好。你拍这个，你要拍屏的，屏幕也拍。那你这个怎么不停的放大了？你自己在按是吧？对呀，对呀。这样我就不用老是跑到前面去了。两只的两个。看这个。你可以隔近点，隔近点看参数。相当清楚。这个怎么系统也要装？对，这个系统上换成这个系统。金属不好拍的，水晶它本来过了后面有个黑色的挡板的话就好了。嗯，水晶本来就是透明的，不一定好。你要拍这个我们不好，太反光，它的那个也没办法，这个必须要反光。透太透明了，关键是。